睡，我睡，我在睡，我还睡，我能不能不睡了？呵呵。Can I get a iced caramel macchiato? This 雪下太大了，现在八十号开始堵车了，挤挤了。这个道，说明你已经是黑道高手了。这是黑道啊！你还不知道自己上的是黑道。没事，滚。Hello， 目前呢我在 Squaw Valley， 现在是我一个人在缆车上，我已经把我的背包啊乱七八糟东西全部丢给我休息的老弟去了。那我现在要开始一个人刷山了，目的地呢是 North Pole。 那之所以要去 North Pole 呢，是因为首先它 North Pole 有36度，第二呢那上面有一块小石头，我想挑战一下我自己，看看我有没有勇气跳一下。在这个36度斜坡上往下跳，感觉还是很恐怖的。我现在心里非常的紧张啊，非常紧张，非常紧张。All right, let's go。一、二、三，这次还不错，才3下。连着摔了2下，有点不会滑了。我就正式准备出发去 North Pole 了。刚才在这个来的路上呢，摔了好多次啊，现在自信心有点下降。差点下去了，哇塞！
下缆车的时候，半地踩到缆车，我坐在了杆子上，杆子弯了。看到了一个天然的跳台，我冲啊跳啊，这一下来得有点突然了。GoPro 和360都没电了，拿手机拍一个，今天滑的挺爽的，粉很多，很粉。老弟学了两次，滑的很不错，但是这个粉雪对于他初学者来说还是太难了，不如那个面条雪来的舒服。所以我们现在往家走。